平時去超級市場買嘢咧，最怕就係買完之後發現第二間更加平啦。咁原來咧消委會咧有一個格價網，可以幫大家咧格到最底噶。咁以後大家買嘢咧，只要用手機一 check 就知道自己有冇買貴到啦。只要透過手機版嘅網頁右上角呢一個嘅搜尋功能，然後咧輸入翻你想要買嘅貨品。咁啊，佢就會顯示翻一啲超市同埋連鎖店嘅價錢俾你睇，咁你就可以見到邊一間最抵買啦。咁只要 keep 去呢一個最大測壓嘅地方咧，就可以見到同一樣嘅產品喺邊個地方買先至最抵啦。而我自己咧就最中意睇呢一個跌價貨品啦，因為咧佢會比較翻過去30日跌價幅度比較大嘅貨品出嚟，咁就可以見到邊一個應該要入手啦。而焦點貨品咧撳出嚟之後咧，就會陳列咗最近消費者比較受歡迎嘅產品啦，咁咧就可以方便用家快速地搜尋到你想要嘅產品啦。